小剧场的艺术总监张宗安。然后这一次其实可以很开心，就是跟谢思老师这边做一个环境剧场的制作。然后以往我们环节都是做镜框或者是在实验剧场里面做一些作品，然后很难得可以到户外的环境去做一个作品。然后更有趣的是，这些户外的环境是早期工业时代的一些工业遗产，跟遗产里面有一些设施是极限运动，所以正在身体跟这些遗产的样貌搭配之下，我会觉得可以呈现一个很棒的画面。然后这次这个作品呢，我还有一个共制的编舞家，叫做黄华恩，然后他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日治时期，那他在讲一个在台湾就车路前这个地方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去做加以改编。那里面的内容呢，会有提到一些爱情啊、友情跟亲情，然后一直到生离死别的一些小故事。那在这创作的过程中呢，其实还蛮特别的是，你要先去体验这项设施，对，然后再去，就是你在底下想的跟你上去做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那你会发现一些，原来可以做到怎样的极限，对。那像在舞者，我们那时候进来的时候也是跟把所有的舞者一起带进来，然后大家都去体验。那你在体验的过程，你会有一个，就你心灵上会有一个很难过去的那个坎，就是当你站在上面，然后我在底下的时候就会，我可以啊，我可以。结果我站上去，我要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我是不是要死掉了？对，所以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感受。12号到11月24号，为期3天。那这次比较特别的设定是，我们整个活动邀请到了5个非常优秀的表演团队，包括来自3个在地台南的，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石鼓集乐团，还有稻草人舞蹈团，以及影响新剧场，然后以及一南一北的表演团队，分别是来自台北的玉舞蹈剧场，以及来自屏东的滞留岛表演舞蹈团。那这一次这5个团队呢，在我们园区在5点钟之后会呈现整个一个清场，让我们整个园区从以前大家印象当中文创园区非常生气蓬勃的状态，回复到一个激动的状态，然后再由这些表演的艺术家、舞者、戏剧表演者来展开一个新的对于这个工业遗产以及设施活化的一个展现。那也期待大家在这3天一起进来晚上体验不一样的石鼓极限设施的一个魅力。那在晚上演出结束之后的8点钟，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在欣赏完表演艺术家在使用这些极限设施之后，一起参与共同再来体验这次极限设施。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们也将门票、表演以及我们的设施体验3种合一，只要一票体验到底只要300元起。那也期待喜欢表演艺术的观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一个石鼓极限艺术节。谈到这个合作，然后以往我们舞蹈剧场的制作都是在黑盒子馆，就是镜框里面，所以有很少机会可以到户外的环境去做制作。然后这一次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就让我们去执行所谓的环境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制作当中结合了刚记者们看到的极限运动，然后以及工业遗产，希望带给观众是我们有9个区域啊，然后你透过每一个区域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不同的风景，然后再透过极限运动包含工业遗产的样貌，希望可以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视觉。然后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因为刚刚有看到极限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危险跟安全性的必须要克服的一些事情，然后在进入这个制作前，我们有一个编舞家，这个作品我跟他一起共制的，然后他会来跟你们分享一些
编制的过程所发生一些事情。来，小恩。故事呢，其实刚刚副理刚刚有介绍到，对，那我们里面包含了亲情跟友情，还有爱情，然后再到一些生离死别。对，那我们在做这个制作呢，我们要开始进来之前，我们所有的舞者都有一起来体验这四项极限设施。对，因为你上去体验了，你才会知道你的身体的你的极限在哪里，然后跟你在底下想的动作跟你上去做又不一样。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不一样，然后而且很好玩的事情。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舞者呢，他其实在玩这个设施的时候，他就是在下面还好啦，对不对？就这样子。结果呢，他一上去穿好设备装备，然后要准备要踩在上面转身的时候，他就开始很害怕，然后发抖，然后开始自己掉眼泪，然后说他不要玩了。但他还是就是下来了。对，那我们还蛮感谢我们的舞者呢，就是配合这样的演出。对，然后谢谢师傅，谢谢。对，我自己不对，因为我第一次上这个时候是。所以刚说的就是你啊。我没有哭，但是我是不想下来，然后教练对我很好，硬生生的把我踢下来。对。Okay.